闪电侠作为 DC 漫画中的经典角色，一直是全世界闻名的超级英雄之一。闪电侠是美国 DC 漫画旗下多位超级英雄使用过的称号，除了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超级英雄漫画的低潮期中断过5年外，闪电侠相关的漫画始终没有停止过出版。他也是 DC 漫画史上除了 DC 漫画三巨头超人、蝙蝠侠和神奇女侠外出版漫画时间最长的漫画系列。每一位闪电侠都拥有一种被称为神速力的力量，使用神速力的成员被称作极速者，极速者们都可以高速行动，其速度之快可以超越光速，逆转时空，也能够穿透物体，甚至穿越平行宇宙间的屏障。在神速力的保护下，极速者们可以在进行高速行动时无视一切物理定律。有了这些精彩纷呈的角色和故事， DC 漫画的世界才如此丰富多元。希望我们也能像闪电侠一样拥有超越自我、追求梦想的勇气。杜家，人人可用的 AI 创作工具。